帅，这台是三星的 S23U 12+256的国行版本哦，帮吉林省的大哥挑选一台，我们来看一下成色怎么样。他要求95星左右哦，他说只要机器原装，成色的话有点小磨损也可以，因为那种机器的话会便宜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后盖，这后盖是没有任何划痕磕碰的哦，非常完美，这水珠也是非常饱满。它这摄像头是支持一个2亿像素，非常的给力。现在这像素是2亿像素，比22U的像素又提升了一点哦，支持100倍变焦啊。这里有点小磨损啊，正常使用痕迹，这边没有磕碰，这边也没有磨损啊。看一下这个屏幕，水珠非常饱满啊，也是没有打过磨的哦，细微划痕，贴膜可以盖住哦。这个什么，这个没有问题，我们已经发给这个大哥看了，他说不是硬伤就可以，贴个膜可以盖住的哦。它这屏幕我们看一下，分辨率非常高哦，采用了一个6.8英寸的屏幕，大家也知道三星的屏幕是所有品牌最好的哦，肯定是好屏幕用在自己的手机上面哦。而且它支持一个120赫兹高刷，我们进入它的测试模式，看一下屏幕有没有什么黑点、彩点、漏泄这些哦。而且看一下它的气密正不正常，支持 IP68 防水，气密一定要 OK， 这没问题哦。版本在哪里看？我们设置关于手机三星 S23 Ultra 软件信息，这个运营商版本是都是 CHC， 就是国行的意思，其他的任何版本刷了之后都不可能是4个 CHC 哦，大家要注意这里哦。这台是12+256的，我们问一下老板什么价格，老板什么价格给我这个最低的？6000啊。如果那种没有划痕磕碰的多少？哦，这个95星的市场拿现在是6000哦，官网现在双十一做活动是7299，可以少个1000出头哦。这些新款都是官方有在保的哦，我们就帮这个粉丝拿下这台。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哦，拜拜。 Nice.